生命电视和你在一起，佛法之旅生命电视和你在一起。接下来请收看善知识法语。传承加持，续流不断。1988年，无以伦比的殊胜导师吉祥直贡噶举修持金刚阿舍离第35任赤奔禅王，三聚大金刚持比丘格隆仁波切尊者巴琼仁波切，以88岁高龄于直贡替寺显现遇慈氏之相，正值噶谦仁波切去见母亲，途中一位不知从何而来的陌生人送来了格隆仁波切尊者请你立刻去直贡替之口信。噶谦仁波切立刻转头来到直贡替寺，尊者见之大喜，并给予亲传。后不久尊者圆寂，噶谦仁波切与其他大德主持荼毗。尊者圆寂后，噶谦仁波切于定中光明见尊者叮嘱，担负起延续直贡法脉持有者之重责，传递教法。于是噶谦仁波切片刻不留，立刻前往加德满都参见当时已流亡在外的直贡第37任法王彻赞仁波切。法王自噶谦仁波切处获得祖师觉巴吉天颂公所有的教法及口传。尽管过去法王已经得过所有的教法，然而法王于自传中提到，直贡传承的不共加持只能从这位传承中最重要的转世上师之一噶谦仁波切处得到。法王并亲自为噶谦仁波切撰写长寿祈请文，是噶谦仁波切为大手印修持上的根本上师。噶谦仁波切为此末法时代里具足实修正悟的真正伟大成就者。仁波切口出之教法字字句句皆出于实证经验，故其法教能够简恶有力，直气人心。他对修行人的口传言教能当下助长其悲智觉受及了悟，他给酗酒抽烟赌博及从事其他非善行人们的忠告都能有效地帮助他们改正恶习。噶谦仁波切不仅于直贡噶举传承中地位崇高，更以无比的慈爱、无尽的大悲及透彻无碍的智慧，受到全世界无论佛教及非佛教徒的敬仰和爱戴。佛子行37颂，噶谦仁波切开始。第7段颂文：自忆束缚轮回故，世间神之能救谁？由此依止不欺者，皈依三宝，佛子行。接下来要讲说的内容是皈依。为什么要解说皈依呢？因为前一段寄送是讨论关于依止上师善知识并向他们学习，而上师善知识首先教导我们的就是皈依三宝。皈依的情况有2种：纯正的皈依
和不纯正的皈依。不纯正的皈依是什么呢？就是如第七颂所说的，皈依世间神知。这些世间神知的种类非常多，它们能够提供我们暂时的利益，却不能给予我们究竟的利益，因此它们无法成为我们真正的救度者。由于他们自己也还身处轮回之中，所以无法帮助我们解脱轮回之中的痛苦。真正能帮助我们解除轮回痛苦的，只有佛法僧三宝。虽然大家平时做度母及观世音菩萨咒语的念诵及实修，但是仍然会有许多疾病和不顺遂的事情不能得到解决。这个时候我们的心里可能会想，实修似乎没有用处，我们的痛苦并没有因此而去除。可是大家应当要了解，现在所遭遇到的疾病和痛苦是上辈子的恶业成熟所致，别说是你们自己了，就连很多上师、善知识、出家僧众，他们所遇到的疾病、痛苦等等也是非常的多。所以这样的问题不要挂在心上，应当要了解至尊度母是智慧的本尊，至尊度母就是三宝，能够给予我们暂时和究竟的利益。所以我们应当依止度母，继续精进的实修。世间天神只能给予我们暂时的利益，而隐藏在暂时利益背后的则是长久的痛苦。颂文中提到，由此依止不欺者，皈依三宝佛子行。真正的救度者只有三宝，他们所带来的利益是真实不虚的。而三宝又可依不同的层面来说明，首先是外三宝，佛宝指的是本师释迦牟尼佛，法宝指的是佛陀所讲述的教法，其中包含了如何实修慈心与悲心，如何实修两种菩提心，令众人对两种菩提心由不知变成知，知道了以后令它升起，升起之后令不衰损，不但不衰损，还要令它有所增长，这就是殊胜菩提心妙宝。诸位升起令升起，已升起者亦不退，祈愿辗转更增上的道理，这些就是教法的内容。其次，依照佛的教法去做实修者，我们称之为僧宝。现在一般称上师以及出家众为僧宝，对于这些内容的意思大家必须要了解。外皈依是如何来进行的呢？皈依佛宝之后，当我们看到任何大小不同的佛像，或是看到其他不同的上师，无论他们是小乘还是大乘，是出家众还是在家众，或是汉传的上师，无论是什么对象，看到之后我们心里要想，这就是来救度众生，带给众生一切安乐的佛陀代表。此时心中要思维自己是真实的见到佛，并生起无比的信心与恭敬之心，这是皈依佛宝所应该要做的事。其次，见到任何记载佛陀教法的文字，无论是中文、英文、藏文，心里面都要想着，这是佛陀所讲述的教言，开示一切众生都是自己的父母亲，以及慈心、悲心、菩提心的所有教法，都是由此而产生的，所以应当对这些法宝升起敬重。最后，当我们自己心中思维，一切众生都是自己的父母亲，因如此思维而升起慈悲心、菩提心时，具有这样修持的人，自己本身就是僧宝。因此，首先，当我们在做外皈依时，要知道，世间的上师，他们的身体是僧宝，因为他们的心中持有慈心和悲心之故，他们的语言是法宝，他们的心与佛陀无二无别，所以是佛宝。所以做外皈依的时候，要了解上师具足了三宝的特质，只要对每一位上师的信心不退转，自己的福德就必然延续不断。内皈依又该如何来修持呢？皈依时对自己的内心进行观察，
会觉察到自己经常有很多分散的念头，这些念头止息下来时，就可以发现如同天空般的自心，具有清清朗朗的特质，这就是佛宝，也就是我们自心的本来面貌。心的本来面貌有何种功用呢？我们又该如何来应用它呢？我们应当对一切众生生起慈心与悲心。自己虽然能见到心的本来面貌，但大多数众生都无法见到，因此他们都还沉溺于轮回之中。轮回是什么呢？就是绵绵不绝的痛苦。所以我们要对轮回当中的一切众生生起慈心与悲心，这就是法宝。其次，我们要运用自己的身口意三门，不断地造作善业，身体不断地做各种的布施和立生事业，言语不断地讲述业力因果以及慈心悲心的道理，心念则观想菩提心，用身语意三门时常地来利益众生。当自己能够这样做的话，就是一个求善者，也就是僧伽这个名词本来的意义。如此一来，自己的心是佛宝，语言是法宝，身体是僧宝，自己就是三宝具足，这就是内皈依的定义。外皈依以及内皈依的内容现在都已经讲解完毕了，这些内容大家要经常的去思维，这就是为何要经常去念诵佛子行三十七颂的原因。现在大家已经读诵过这本小册子，也知道了其中的意义，当明天后天看到当中的某一段颂文，就要能够想起它的意义。如果没有这本册子可以复习，大家听过了可能也就忘记了。接下来讲解第八段偈颂。佛子行三十七颂，噶千仁波切开始。第八段颂文：诸极难忍恶趣苦，能人说为恶业果。是故纵遇命难时，终不造罪，佛子行。因为烦恼所造作的恶业，之后会导致严重的痛苦，而这些痛苦有时会超过自己所能忍受的程度。由于无明，会衍生出贪恋、嗔恨、愚痴、傲慢、嫉妒等五种烦恼，而五种烦恼当中的每一项又包括了其他四种烦恼，如此繁衍出八万四千种烦恼，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八万四千烦恼。恶业所造成的痛苦主要是指三恶道的痛苦，但是因为很多人看不到这些痛苦，所以就不相信。其实根据佛所开示的经典，这些痛苦都是真实存在的。六道的痛苦都是非常难以忍受的，导致投生于六道的根本原因，大家必须要了解，如此才能够避免再度陷入痛苦之中。这就好比一个糖尿病人，他知道糖尿病的起因是因为吃甜食而引起的，以后当有人要再给他甜食的时候，怎么样他都不会接受的，因为他已经遭受过疾病所带来的痛苦与折磨。同样的道理，投生地狱道的原因来自于嗔恨，投生恶鬼道的原因来自于牵吝，投生人道的原因来自于贪恋，投生天道的原因来自于傲慢，投生于修罗道的原因来自于嫉妒，投生畜生道的原因来自于愚痴。因为具备了这六种烦恼，因此逐渐形成了六个世界。当我们观察内心的本质，我们可以看到内心的烦恼。当我们嗔恨升起暴跳如雷时，会气得想把对方给杀了，或者
逼得我们一定要跟对方大吵一顿。此时我们可以感受到嗔恨烦恼如烈火燃烧般的强烈，每一种烦恼都有它的力量。这种种的情况，只要我们用心，自己都可以感觉得到。我们在人道中所受的痛苦，只要自己思维一下就可以了解，六道众生的痛苦也是如此。如果未曾听闻过这个教法的内容，应当要好好的来听闻，因为如果不知道六道众生的痛苦，就不会了解烦恼的过失，也就不会去思维该如何对治烦恼。现在我们光是了解六道的痛苦是不够的，还要进一步的去对治烦恼。虽然六道的痛苦在这篇颂文当中并未提及，但是颂文当中所提到三界的痛苦，我们应该好好的去读诵，去了解。六道的痛苦是不能够不去了解，不去学习的。许多人未曾思维学习六道轮回的痛苦，就直接学习大手印、大圆满等法门。学习的时候，也许偶尔能令贪恋、嗔恨离开自心，偶尔能够看到心的本质，但是嗔恨会立刻再出现。当烦恼出现的时候，它的力量非常的强烈，自己的证悟立刻就会消失不见，这种情形是极为普遍的。但是如果能够明了六道的痛苦以及各种烦恼的情况，就能了解烦恼如同毒药，一定要将它去除。当自己内心出现些微的贪恋、嗔恨等等的烦恼时，就要立即察觉并将之去除，如此内心才能得到清净。如果我们的内心非常纯净，修大手印、大圆满等方法就会变得很容易，就如同一个干净的容器能够装载纯净的水一样，此时所修的大手印、大圆满的觉受就不会再消失，会稳固地留存在心中。六道的痛苦当中，第一种是地狱的痛苦，主要是指寒与热之苦，其中包括八寒地狱、八热地狱、孤独地狱及禁边地狱等等，共十八种。热的痛苦就好像被火焚烧一样，烧死之后又再度复活，这样的痛苦要经历百千万年那么的漫长。这种状况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也可以看得到，当人在火灾之中被火烧死，就和在热地狱中的痛苦是一样的。冷地狱是指身体处在冰雪之中，也是要经过千万年之久。这样的情况在人间也是可以看得到，譬如像北欧那些冰天雪地的国家，在我们人类的世界中，六道的痛苦都可以看得到、感受得到。热地狱的痛苦就好比人在火灾中被烧死，冷地狱的痛苦就好像西藏的冬天，大雪冰封了整个世界，有些家庭甚至全家都被冻死了。这种种的情形我自己都曾经看到过。恶鬼道的痛苦就如同活在非洲的某些地区，那些地区经常出现天灾饥馑，导致没有任何食物与饮水，令当地的众生产生极度的痛苦。这些情形都是每个人顺着业力投生于六道之中而产生的各种痛苦。畜生道的痛苦在人道当中也可以看到，有些人在过去世不知道尊重三宝，不知道敬重自己的老师，这辈子虽然投生为人，但是他们的行为都是偷盗、抢劫、欺骗等等的恶行，这些人的行为跟畜生一样没有差别。人道最基本的痛苦就是生老病死之苦，如果我们仔细地去观修出生时的痛苦，我们可能连五分钟都无法忍受。修罗道的痛苦是战争，在人类社会中同样也有大国与大国、小国与小国之间的征战，即便是在同一个国家内，人与人之间也有战争，社团和家族之间都有各自的战争。再缩小范围来看，
一个家庭之中的各个成员以及男女朋友之间也都会发生争吵。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呢？因为嫉妒的情绪到处都存在着。在刚才所提到的人道的痛苦当中，冈波巴大师曾经这样形容母亲生下小孩的情况，他说，就好像是把你紧紧地捆绑起来，放在火里烤一个小时。这时候我们是不是会觉得非常的痛苦呢？一个小时没有可以呼吸的空气，是不是非常的难以忍受呢？小孩子在母亲的腹中也有极度炎热的痛苦，临盆时要承受几乎完全窒息的痛苦，还有住在母胎中完全黑暗的痛苦等等。所以婴儿也是有许许多多的痛苦，这样来思维就知道投生在人界是极为痛苦的。所以我们要发愿，以后不要再投生于此。老病之苦大家也都已经很了解了，一般而言对于年轻人，我们要教导他们年老与疾病的痛苦，对于年长者，我们要教导他们死亡的痛苦。一般总是认为只要吃药保健，注意饮食，就不会因病而死亡。但是实际上，当死亡来临时，大家都只能束手无策。天道面临的是下堕之苦，譬如自己现在拥有广大的财富，而这些财富是因为过去世广大的供养三宝，布施贫穷所获得的果报。但是由于做供养布施时没有具备广大的菩提心，布施的时候还期望有益熟的果报，希望未来能够财富受用圆满，因此感召了下一世丰足的财富。但是这个财富总有一天是会消耗殆尽的，就如同灯火在灯油烧尽之后就会熄灭一样。当自己的福报衰损之后，就会发生种种运气不好的情况，原来受用的财富也会因此消失无踪。天道的情况正是如此，当自己的受用非常圆满的时候，心情喜悦无比，但是当时间一到，所拥有的一切全部都会消失殆尽，一毛钱也找不到，最后甚至还会堕入其他六道之中。当我们了解这些痛苦之后，就应当避免这些痛苦的产生。因此颂文说道，是故纵遇命难时，终不造罪，佛子行。其实恶业并非由自己或他人刻意所造作，而是因为有烦恼在后面影响推动，因而造就了十不善业。而烦恼是存在于我们的内心当中，因此当烦恼在内心当中升起，我们要了解到这才是令自己产生痛苦的真正仇敌。无论如何绝对不能纵容我们的烦恼，即便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要任由烦恼主宰。自己要立下誓言，不嗔恨、争吵、偷盗、抢劫。这就是颂文中所要表达的意义，也就是因为了解了造作恶业所引发的痛苦，所以我们要断除内心的烦恼。当业力尚未造作之前，内心的烦恼就如同一颗种子，此时要将这颗种子去除是非常容易的。如果发现自己内心升起了烦恼，就应当要祈请上师三宝加持，了知烦恼是真正的敌人，而将之去除。若是不去除内心的烦恼，而去造作十不善业，造作出各种的业力之后，就会如同已经埋进土里的种子，经过阳光、水分的培植，而长成了一棵大树。这就好像，痛苦已经成型，在此时要将它去除，就会变得格外的困难。如果自己不好好努力、不精进的话，是无法将之去除的。因此大家要了解，当烦恼在内心升起时，就要立刻将它去除掉，因为这个时候还是比较容易去除烦恼的阶段。为什么说纵遇命难也不去造作恶业呢？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过去的诸佛菩萨在实修的时候，经常会因为外道的杀害而死亡，
即便在那样的时刻，他们也没有生起愤怒之心。为什么他们没有生起愤怒之心呢？因为对方用刀子所杀害的是我的身体，并不是我的心。假如当时心中生起了愤怒的话，那杀死的就是自己的菩提心了。身体的死亡就如同丢了一件旧衣服，所以过去的诸佛菩萨对杀害他们的外道都能够羞耻忍辱，而不会因此动摇自己的心。由于心不动摇，因此不会对外道产生愤怒。不仅如此，还对外道观修菩提心，因而令菩提心不断的增长。就算我们现在还不能效法诸佛菩萨的行持，也应该要了解这段颂文的意义。所以不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让自己生起嗔恨之心。如果已经生气了，就要将嗔恨之心除去。有佛法就有办法，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生命电视台的存在对于这个世间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大家好，我是交通部观光局局长钟锡聪，防疫旅馆是提供民众安心隔离同检疫的场所，向许个协力人更好来配合防疫管理措施。爱你批钱常主通拿出自家检疫无就自家隔离通知书，迄个期间唔系检疫情形，请莫离开检房，还过去家清洁检度的环境，同地洗大包，踏好来，并到检门杯，唔好要求防护人员一批健康扫打。提醒大家，迄个期间系讲爱人天数，请用天花联络防疫旅馆的人员，唔好出接接触，爱防检疫车道。向大家强化配合隔离检疫措施，团结来面对疫情的挑战，莫本平托切开来。2013年10月24日，美国第一保护动物组织在旧金山加州大学抗议，他们集体倒下，象征实验室里许多无辜动物的死亡。这样的举动确实吸引了来往路人的目光。第一组织常透过社群网站发起类似活动，号召有志一同的青年朋友以行动关怀弱势、受虐甚至被剥夺生命的动物。在美国及欧洲，常有民众公开反对大学实验室里的动物实验。